少爷跟傅公子决斗。什么事啊？你没看见我在修理老爷最喜欢的盆栽吗？让开让开，别在那影响我的思维。夫人啊，还是让我们下人来打理吧。老爷啊，他看他们像命根似的。糕点做好了，要不要现在端上来啊？不用，少爷还没回家呢。啊，对了，老爷今天从杭州回来，麻烦你啊，快点弄几样好菜啊，记得先熬点汤啊。是什么味道？没有啊，没味道啊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怎么了？什么事情啊？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？啊，你不是跟少爷在一块儿的吗？少爷，少爷他约了蒲少爷决斗啊。是不是那个整天找少爷麻烦的肥福啊？不是啦，是整天被少爷找麻烦的肥福。嗨，都一样嘛。啊，糟了。还说什么路上风帆比赛呢？啊，赛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有没有搞错呀？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家少爷约好了方世玉做路上风帆大赛，对面树上有一个彩球，谁能够先拿到彩球，就可以拿到我们家少爷的100两银票和方先生的200千单。我们的人马都到齐了，方世玉这般缩头乌龟都跑到哪儿去了啊？就这么一群小角色呀。我乃方家夫人苗翠花，你刚刚说我们方家是缩头乌龟啊？是不是他？难道是你？不是。还有谁没打过的？哎，我打过了。没有。告诉你打过了。没有啊。真的打过了。打。我说的怎么样？你看看啊，这满山的福字旗，多有气魄啊！我已经赢定你了。风自其道。方自奇，各位朋友，方世玉，花姐，世玉，花姐，世玉，花姐，世玉，快完了没有？吃完了没有？再不开始比赛，我当你弃权。你急，你先走。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上车。花姐，是你。好啊，你又抽烟。你找死啊！赌这么大，100两哎。赢定的，怕什么？哇，那你干嘛不赌大一点呢？下一次喽。哎，已经走挺远的了。该出发喽。来来，一帆风顺上。好。怎么那么重啊？打呀，继续打呀，打！
谢谢啊，下次不帮你了。这什么茶呀，大叔？龙井啊。龙井好哎。赢的嘛，谢谢花姐。来，先补一补吧。好。啊。嗯？怎么了？姐姐要飞下来了。小心水呀，花姐。儿子，这不是水呀。顶好的女儿红，真浪费呀。方世玉，糟了，你老公啊！糟了，你老爹。什么事，大哥？你们母子俩是不是要气死我？什么东西啊，大哥？这是你打破人家东西的账单。哦，没问题，我们刚才赢了100两，我帮你赔。100两？你赔得起人家一条街吗？一条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糟了，世玉怎么办呢？这次你爹一定会把我给休掉的，快点帮我想个办法。我在想啊，什么方法都用过了，没有点新法子怎么骗得了德哥嘛？怎么样都行啊，你赶快想办法嘛。等你爹啊赔了街坊们的钱之后，就会回来找我们算账的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赌一赌，认就认，不认就算了。那一会儿德哥回来，你呢就一棍打下去。打你爹？不是真的吧？那他死定了。不是，是打我。不行，娘会心疼的。你心疼什么嘛？我从小就在药局里面泡大的嘛，一身铜皮铁骨，打我几棒怎么会受不了呢？我这样怎么做方世玉啊？再说，爹他嘴硬心软，见你打得这么狠，他一定会喊住手的。住手啊，翠花，住手！然后他就把我扶起来。世玉啊，你没事吧？他就算铜皮铁骨也会内伤的嘛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今天的事我不追究。你们两个给我快点回去，进去换套衣服出来吃饭。给你们两母子气死，真是的。这样不就没事了吗？妙计，真是妙计呀、啊！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！是有其子必有其母。绑我吧！真的要绑？不是真的要绑，是绑的要真。来吧！来了。花姐，不要那么认真嘛！是你自己说绑的要真啊！大家程度上的认知跟默契是再松一点点，松一点，松一点点啊！好一点了没有？好很多。做戏！我今天被打死了！快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我笑死你！翠花，你在干嘛？老爷。你不要阻止我，这不孝啊！我今天这样会打垮的，不孝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是懂得在外面惹是生非啊？你知不知道？你
姐在广东一带是有头有脸的，这一次好了，被你害的脸子全都给丢光了。今天不把你给打死，我就不叫苗翠花。娘，世玉，烂泥抹不上墙，朽木不可雕也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该打。来吧。好啊，是你叫我打的啊。我生块猪肉都比生下你好，今天我要打死你。翠花，这可是铁棍呢。走开。铁棍。是铁棍的花姐。哎呀，翠花，你把诗玉打死了，就算他是铜皮铁骨，也会有内伤的。老爷呀、啊，我替方家生了这个不孝子，今天我打死了他，也算对方家有个交代。好啦，翠花，你这样打他已经够交代的了啊。这不算什么交代。不会吧，花姐？翠花，清醒点，这是狼牙棒啊，这样哪儿也不用去了，铜皮铁骨也变得皮掉骨碎了。你给我起来吧，娘常常包庇你是我的错。对啊，儿子有错，做娘的也难辞其咎。当然了，那是不是应该有点表示？表示什么？快写。写什么？休书。休谁啊？休了你，让爹给一了百了。哎，又不是什么大事情，没那么严重吧。我也不想弄得那么严重啊，打破了别人一点东西就找根狼牙棒打我，太狠了吧。你现在的处境只有两条路，要不就打死我，要不就叫爹休了你。别浪费爹的时间了，爹快要生气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 你快点写、喂，写、那个休字该怎么写啊？不会吧？不会写就是不会写嘛，连休字也不会写啊。不会。人旁。算了，今天这件事儿我就当作没发生过。我的美人抓脸是谁干的？翠花，你又偷偷吸水烟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又喜欢抽烟，又喜欢喝酒，还喜欢划拳。我不喜欢带孩子，我也不喜欢煮饭。我看你还是把我休了吧。诗玉，把你的背借我用一下。不要再装模作样了。就算是写了休书，我也找不到你爹去交代清楚啊。我方德可是个懂礼数的人。糟喽，这盆臭兰花比苗翠花还重要，怎么办啊，花姐？怎么办呢？检讨一下嘛。对哦，检讨一下。检讨一下。好女婿呀，以后我女儿的下半生就交给你了。多谢瑞让大人，请放心，日后方德一定会好好的对待翠花，不会辜负岳丈大人对我的厚爱。不用客气啦，我记得当年我们父女俩四处飘零，无以为家，全靠你帮忙，我们才会有今天呢。要不然我们早就死了。所以呢，老苗永远记得你的事情，应该叫我女儿好好侍奉你，替我来报答你呀。啊，岳丈大人，您言重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那就好。娘子，我敬你。哎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哎呀，嫂子，听说这苗族姑娘个个都是能歌善舞啊！哎，是啊，嫂子，我想你的舞技也是非同一般喽。是啊，能否给我们大家表演一番？也是我们哥几个诚信而归呀、啊！对，好，各位乡亲，娘子，各位的盛情，要是不答应他们，恐怕他们誓不罢休啊！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啊对啊
我看这样吧，你就唱个小曲给他们听听，打发打发他们吧。好啊，好，既然大家都玩得这么高兴，那翠花我就只得献丑了。可是这个歌啊，我是真的不会唱，我们不如换个题儿好不好？麻烦大家让开一点啊。好好好，让开一点，让开一点啊。少林七十二路金刚拳。哎呀，谁呀？是谁呀？哎呀，真是，哎，干什么去？鸳鸯大人，我好女婿啊！今晚是你洞房花烛夜，不享受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啊？鸳鸯大人，你不是跟小雀说过，翠花她品性纯良，文静娴熟，秀外慧中吗？是啊。可是他竟然耍起什么七十二路拳法，拳风呼响啊！我告诉你吧，我的女儿啊是贤良淑德，秀外慧中啊。她只不过是在小时候呢学了这么几招花拳绣腿呀、啊。你找到了个文武双全的老婆，哎，真是便宜你了！哎呀，真是！月亮大人，月亮大人。翠花他正在跟人家拼酒啊，还一大碗一大碗的把酒喝下去。我要是你啊，贤婿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女儿啊？我当然喜欢喽。喜欢就成，喜欢就成了。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关心，最重要的是你对她好，她对你好，那自然全家都好，那就什么都好了嘛。就这样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月亮大人，月亮大人，月亮，哎呦，千辛万苦终于甩掉了这个包袱了，哈哈，嘿嘿，这胭脂马也烦了我十八年了，方德，以后就要麻烦你喽。哎呀，好啊，自由喽！哎，能自由的喝酒喽！以后一辈子都不愁啦。翠花，是你吗？老爷，你还在怪我啊？哎，算了，钱赔了还可以再赚呢。这件事儿我不追究了，但是祸是世玉闯出来的，罪不可恕。今天晚上不许他吃饭，并且罚跪祖宗灵前为期一个月，没问题吧？老爷，不让他吃饭那不行啊。嗯，行。小呀嘛，小儿郎啊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。是玉，花花，干。我等你好苦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哎呀，急什么嘛，要等你爹睡着了才行啊。三菜一汤哦，你的菜比我们吃的还好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开饭。慢点儿，好了，慢慢吃吧，儿子，小心噎着了。我以前没吃东西啊，中古绝民的花姐。对了，我今天啊，是不是稍微过分了一点了？当然喽，幸亏我练过点功法，过了关就行了，不用管他，不怪你。哎，但愿如此了。听着，最近你就乖乖的，别再到外头去惹麻烦了。知道。我出去了。什么？我刚刚才跟你说过的，
那就当我没听到。那就当我没说了。是啊。不行，别让他听到。你爹还没睡着哎。哎呀，你去摆平吗？是你老公哎。不会吧，你又要我出绝招啊？哎，我很久都没有用这一招了。我准备好了，你照念就行了。对了，记得要喷香水。臭小子。喝杯热茶吧。谢谢。老爷啊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看我们得早点上床吧。夫人，你不要紧吧？哎，老爷，你问我才说的。嗯，翠花呢？翠花最近心里头很不舒服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的的确确给老爷惹了很多的麻烦，我知道错了。但是老爷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，你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关心过我了。夫人，我近来生意很忙，可不是故意冷落你的。我真的很怕呀，我怕岁月催人老，万一有一天老爷你不要翠花了，我好怕呀。不要瞎想吧，我方德对你还不是一条心吗？再说我也不是什么风流之辈，这你是知道的啊。睡觉吧，灯还亮着呢。搞定。走，走呀，走，我不要，走吧，好好，退退，走，不要啊，别带走我女儿。张大爷，张大爷，欠债就还钱。你借了我家20两银子已经很多年了，这连本带利的算起来整整100两，你女儿就先当做是利息吧。啊，吴少爷，您行行好吧，我就这么个女儿，伴我终老啊！你带走我吧，我给你当牛当马，我也心甘情愿呐。爹，站好！爹，呸！你这不臭老骨头，当柴烧也没半点火气，我要你干什么？要是你女儿的命好，还可以当我老爸的28姨太，到那个时候。你就不用在这儿破酒馆等死了。啊，你们不能糟蹋我女儿啊。谁给我闲事啊？方世玉怎么样，可以吗？方世玉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欠债还钱可是天公地道，你这样做我还不会抓你，我帮他还。哎，这不是我输给你的银票吗？是啊。听着，要不是给张大伯筹钱给你这个吸血鬼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靠近我一步，因为我是方世玉。哎呦，哎呀，方少爷，您对张老头的大恩大德真是没齿难忘啊！先将小女送给方少爷做奴婢好了。哎，小翠是你的宝贝，不行。再说呢，世玉做事从不问回报的。哎、送你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好了，真的别客气嘛。送你，别客气，你一直推过来干嘛？你有病啊你！不过，想想回报也应该啊。哎，啊。哎，别客气，谢了。
你，要不然爹醒来小便没看到我就糟了，还要跪着。哎，祖宗呢？哦，在这儿。列祖列宗，至与之错。德哥，别骂了，德哥。千错万错，全是世语错。不要骂花姐，德哥。到底是谁让他喝的这么醉呀？石玉，石玉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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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一定会开心的不得了的。什么事啊？人家有了身孕了，啊，真的？嗯，那我们赶快谢谢祖先去。好啊，耶！翠花，放家祖宗在上，翠花终于有了。对了，老爷，你说将来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？方德将来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呢？你跑哪里去你啊？你这别说你给我乱跑啊！我打你我！哎哎，下来！你下来！你神看见往上爬！你给我下来！别躲啊你！你给我过来！我打死你！叫我爹，你不舒服就不要出来看我了。我虽然睡着了，可是半步都没有离开祖宗灵前，我发誓。你撒完尿就快回去睡吧，风很大的。爹没事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啊，天还没亮，去吧。哦，你听着，这一个月之内，你跟你娘都不许再惹是生非。遵命。更不可以跟任何人打架。如果没有我的批准，不准踏出家门半步。遵命。如果你犯了任何一条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之情。不会吧？知道了吗？知道。老爷，世玉回去睡觉去了。我跟他说过了，这个月里头，你跟他都要受罚，不许再跟人家打架，更不许踏出家门半步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老公，你说叫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喽。要是你犯了规，跟世玉一样都要受责的。其实我也是为了世玉好，咱们方家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子嗣，我希望他读点圣贤之书，将来能有所成，可以光宗耀祖，一家人快快乐乐。有哪个为人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有所成就呢？这一次我可是很认真的，不许你再玩什么花样，否则这个家终于可以和谐安逸了。十多年来，好久好久都没吃过这么一个宁静的早饭了。啊，快要闷死了。记着，是一个幸福的家，做妻子的要勤于贞职，
真旨做儿子的要苦读圣贤之书，知乎者也。听到了吗？啊，听到了，德哥。江海所以能为白骨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白骨王。是以圣人欲上民，必人下之；欲先民，必身后之。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。不错，真的不错，师爷，看来你这半个多月所花的功夫的确没有白费。没白费，没白费，我45斤论语庄子全都背得滚瓜烂熟，所谓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怎么样也不会忘记，永世难忘啊，德哥。老爷，我的枕头已经绣好了。这就叫鸳鸯枕啊。是啊，虽然它看来像是一幅写实图，不过你说它是一对写鸳鸯呢，也未尝不可。看来你绣得非常辛苦啊。也不算辛苦。也不算辛苦啊。不过是有血有泪。我有血有泪，这个就是证据啊。这我知道。对了，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做的太多了，我都觉得腰酸背痛的。啊，我的腰也是啊。是啊。哎，咱们方家大宅子里头，怎么会没地方呢？如果你们要舒展筋骨的话，地方多的是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，我只不过是想啊，过两天就是观世音诞辰了，我想跟世玉一块儿去替老爷您求福。是。是观世音诞辰呢。嗯，那就带师爷一块儿去吧。真的？真的？反正我们好久没有一块儿出去了。我是说一家人。啊，你也去啊？嗯，好啊。师爷，你们两个到附近随便逛逛，我进去跟方丈大师聊聊。老爷放心吧，我们啊绝对不会出去的。常言道，拜的神多自有神保佑，菩萨菩萨保佑德哥生意兴隆，菩萨菩萨保佑德哥身体健康，菩萨菩萨保佑德哥别那么快出来，菩萨菩萨保佑我们今天玩的痛痛快快，不要不尽心。哇，我给你买胭脂水粉手镯耳环，我给你买南枣核桃长烟袋，分头行事，不许跟人打架，知道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那就一个时辰后这里见啦。哇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哎呀，哎，这不是。少爷，怎么办呢？还怕什么？怕少爷，他不敢打架，他要是再打架，他
他老爸就把他给阉了。真的？哎，咱们过去逗逗他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走走。哎，方少爷，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呢？对呀、啊，见了朋友招呼也不打，太没有礼貌了吧？对，不要惹我。怎么了？我们老朋友见面，打声招呼嘛，啊，问候一声啊。你要是不爽啊，你可以打我，啊，打我一下，你发泄发泄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信不信？哎呀，你爸不许你打人呐、啊！哎哎哎！听说他现在是没有找到螃蟹，不能动手了。哎，就是的，白振玉啊，你敢打我一下吗？啊，哎，包老爷，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到底是不是方世玉呀？啊！哎呀，你小子啊！你怎么搞的？来怎么回事？哎呦！说话你！说话你！什么？变成缩头乌龟了你啊？哎呦！哎呦！这是假的嘛？啊，走吧，走，去，走走走。小马小二郎，哎，大家好，啊，谢谢啊，欢迎欢迎，哎呀，那个方世玉呀，真是没用，我只要一说他老爸，他就变成缩头乌龟了啊，被我们玩成这样，他就不敢还手啊。嗯，少爷啊，要不要再收拾他一顿？可以呀，走，好。哎呦喂，干嘛？都死啊！这马叫我们吓跑了。身手不错呀，他一拳就能打扁方世玉。少爷，啊，咱们想个办法对付方世玉。哎，少爷，你忘了咱们以前是干这个的，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栽赃陷害。这主意不错，好，上吧，走走。哎，兄弟，嗯，好像有人偷你钱包哎，啊，喂，好货，真的，站住！哎，再罚点！哎，师弟，师弟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嗯，还来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刚刚我知道是玩得太过分了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千万别不乐意呀、啊。什么事啊，朋友？还给我，还什么？还命啊！我看到你接赃了，接什么赃？擒贼我盗会。还给我！还给我！
搞的？朋友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的东西在我身上，更不知道我身上有你的东西。朋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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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两下子，朋友，尊姓大名？洪熙官。你呢？方世玉。继续打。以为我会翻台的？不翻。又以为我会翻台子？早掉到了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世玉，说好了不许打架的。不许我打架，没说不许我还手啊。好吧，那就此战不还，我来打。是，我来了。住手！打我花精。